标配是有车棚的，看上面还有个帽子，这样的话煤气罐就是燃气机工作的时候热量可以向外散发，保证内部空间的不热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机子非常精简啊，看这里这么精简的一台机子，30×40高90，那么它的威力怎么样？依然是闯王第八版蒸汽带高压冷水的，注意蒸汽防冻，防冻就是高压冷水，管道的水呢排出来，排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启动。好，这是持续放气12公斤的闯王第八版，要求的是随意切换蒸汽高压冷水，可以切换蒸汽压力，可以切换。这款机子是持续放气12公斤的，持续放气12公斤，冷机启动的话大概10秒钟就可以。蒸汽管10米长，看一下耐高温高压的蒸汽管。洗能洗这个新车吗？冷机启动只需要10秒，干湿可调。关闭，我们看到关枪之后呢，机子到上限压力就停止加热，停止泵水。好，我们调一下干湿度，马上看一下，马上把蒸汽调到最干。OK， 最干。好，
好，以上呢就是蒸汽比较干的情况，关了。接下来我们将蒸汽调湿，我们看一下干湿度怎么调的。看，只用动上面的旋钮，哎，看，放在中间。好，我们开枪看一下。我们刚才听刚才放气声音有扑嗒扑嗒的声音，这表示蒸汽的含水量加大。注意，目前的效果仅仅是喘王持续放气12公斤的蒸汽效果。如果你想压力更大、气量更大，请将它直接调成为持续放气20公斤的。持续放气20公斤，全中国唯一，2年前喘王就有了。OK。这就是干湿度放在中间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再将干湿度放到最湿最湿最湿，干湿度放在最湿。看到没？好，关了，这就是最湿最湿最湿的情况，关了。 OK， 那这就是喘王持续放气20公斤的。有位哲学家说过，一个狮子背后总是跟着几只豺狼，喘王就是那只狮子。2年前就有了持续放气20公斤的，现在更有了持续放气12公斤的，2×12可以切换。有人问能不能更强悍一点，可以，高压冷水效果展示。防冻，西北地区结冰的时候，结冰的时候 ，OK， 打得远不远？打的压力大不大？大，往天上打，打到手上控不动。好，好，关闭。有人说能不能再强悍一点？比如说蒸汽里边带个蜡。高压冷水里边带个泡沫，可以，请打开侧门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300升的大水箱，还有一个泡沫壶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柜子。OK， 煤气罐，固定煤气罐用的。OK， 关闭。好，我们打开那个球阀。好 ，OK， 再打开高压泵，看一下。沫子出来了，关闭那个球阀。关闭球阀，清水出来了，关闭那个清水。有人问太土了，还得手动关球阀？错，球阀开大开小带的沫子含量也就不同。我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电磁阀来控制，但是何必呢？闯王第一款燃气机定位的就是精简，精简，精简，越精简越不容易出问题。再配合闯王特有的傻瓜电控，傻瓜电控你懂的，没有线路板，这就是闯王高压冷水如何打泡沫的。同样将泡沫换成水蜡，是不是高压冷水可以打水蜡？
同样同样，当你用蒸汽的时候，打开这个球阀，是不是蒸汽里边带蜡？好，所以就实现了所谓的清洗、上光、打蜡一次完成的这种效果。这就是闯王第一款蒸汽机，这里 ，OK。全世界最小的燃气移动蒸汽蒸汽机。有人问门店里能不能把这个挂起来？可以，30×40高90，挂在门店里完全可以。挂壁式燃气蒸汽清洗机上线了，第一款。好，继续吸尘器，看到没有？30×40，一张 A3 纸大小的机子放在车厢里边，空间绰绰有余。注意，这个车长1.5米，高1米，宽1米。看吸尘器，演示。我们看这边有个充电器接口，确实可以接充电器。这边背后也有一个啊，实际上这个呢，也就是接吸尘器的。我们看我们的同事很自觉啊，一个6寸屏的手机已经主动贡献了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细节，看这个蒸汽管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蒸汽管，错，吸尘器的管子，这么长，长5米，700瓦的吸。落，晃晃，再晃晃，掉了吗？摔坏管赔啊！吸，晃晃，哎，掉了，吸到正中间就可以了啊！这是700瓦的吸尘器。OK， 关闭。再回过头看看，后门内外烤漆，带储物箱、毛巾架、375正新大轮胎。背后带靠背，还有一个棚没有完工。那么至此，闯王燃气蒸汽洗车机共分 A、B。